大家好，我是绿眼睛 AKA 大家如果喜欢回忆录的话一定要记得按赞，越多按赞我就知道大家其实也非常喜欢回忆录。好，那上次讲完告白的故事，就是我被告白的故事，还没看的可以去看一下。那今天要来讲的是国中发生的几件非常危险的玩乐事件哦。我相信各位就学的时候一定都会有发生一些，就是跟朋友玩然后玩到打架，或是你们在玩一些球类运动的时候不小心摔坏一些什么东西之类的，很多这种事情，或是你们在国小国中高中的时候有发生过什么样子可能有点危险的事情，可以留言跟我讲。那我今天要讲的是国中的时候有几个危险的事情哦。第一个就是我国一的时候，然后呢，我们那时候我们班很爱打摔跤哦，打摔跤的故事就很多个了。之前有一部也有讲到打摔跤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边马上讲三个很危险的打摔跤的故事。第一个是我们在打那个 Money in the Bank， 就是我们把一个公司包，然后吊在那个电风扇上面，反正就是拿下来的那个人就可以随时随地挑战冠军。我们也有那种冠军机制就对了。就是最后我们要抢那个公司包的时候，我跟齐贤从上面一起摔下来，然后就刮破哦，我们脚还是手就是刮破流血。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更危险了，好像也是奇险哦，这个真的是蛮惨的。这个呢，这个就是我们在打那个无规则大战哦，也是在争夺冠军战。然后呢，我们就在后面在撞那个，就是不是有时候会在脚柱然后这样撞吗？然后我们就是往那个里面有放很多扫具的地方，然后这样撞，然后撞太大力，直接撞爆那个装扫具的铁柜。接着我看到奇险，就是他头这边就流血，然后他好像就去缝了好几针。我们来赛，实力嘛赛，好危险，各位。各位这边千万不要学。好，再来第三个呢，就是有一次我们在教室外面，我们也在打那个应该也是一般的比赛，我不确定是不是冠军战，但是一个一般的争夺赛。然后我跟一个叫做冠群的朋友，那我们在打，打到最后呢，我一发 spear， 那个年代 edge 很难弄，然后我就在那边那个 edge。就是 Edge 蹲在角柱，然后我就冲过去 spear， 然后我没有抓好那个力道，我直接 spear， 然后那个冠群就直接 boom。重点不是那个蹦打到地上，他下去的时候受伤没有受好，后脑勺直接敲到地板，对，然后很大一声，他就没有动了，然后我们就很紧张，他就躺在那边大概十几二十分钟，然后到上课他也是躺在那边，然后我就跟他说怎么办，他就说应该没事，让我躺一下，然后我们那节课就没有上，对，他就躺在那边，然后我就坐在他旁边，然后就在那边跟他聊天，就这样。这是三个打摔跤的故事，打摔跤的故事很多，因为我们玩过什么皇家大战 Royal Rumble Money in the Bank TLC 无规则战随地压制战，我们玩过很多，都是很危险的。那虽然我们在那个比如说拿扫把就假装打，然后被打那个就要很痛的受招，就啊，就是比如说只这样打，那我们就会啊，然后拿那个板凳，我们是拿板凳当做铁椅在打人嘛，一样跟摔跤一样，打头的时候一样手要去接招。就算我们的确是在往安全的方向在玩，但是呢还是会受伤，所以各位还是尽量不要学，好不好？好，这是我的打摔跤造成很多危险的故事。再来是另一个危险的东西，叫做网球，不是网球王子，虽然网球王子也是很危险。我们那时候呢有网球，那我们就是用手，班上很多网球嘛，我们就去买了网球，然后我们在教室的后面打网球，用手打，就是打地板，然后用手打，规则就跟网球差不多，有点网球加桌球的概念，那就是打网球。然后我们总共打破了三次窗户，有时候打太大力，然后没有拦到的时候，后面就是窗户嘛，因为教室最后面，那后面就是窗户，那每次打破我们就装傻，糟糕，我们真的太糟糕了，每次打破我们就装傻，然后赶快测一测，然后隔天老师就会来，然后就。这个窗户怎么破了？昨天最后留在学校的是谁？老师就会这样问。然后呢，我们就全部人都会帮彼此护航，全部都不知道。我们全部人都制造出不在场证明。然后每一次窗户都是班费赔。对不起，又是我们这群人，我们这群人就是这样啊、哦，做错事都不承认，然后打破好多次窗户。打破窗户很恐怖，打破窗户其实很危险，因为地板上就很多那个玻璃碎片了，这其实蛮危险的。最后一个也是网球的相关的故事，这个呢就真的是很危险哦。我们国三的时候教室后面比较大，所以可以在后面打网球，但是我们国二就打过网球了。我们国二是在教室外面，就是我刚才打摔跤用 spear 撞倒冠群的那边，你在教室的外面那一块很大，但是我们在四楼还是五楼，然后我们在打那个网球，然后有一次那一次被骂惨了，有一次就打飞，就是打飞嘛，然后那个球就直接从五楼然后往中庭飞过去，飞到对面的四楼还是三楼，直接飞到对面的四楼跟三楼，然后飞到老师办公室，飞到老师办公室就算了，你知道我们飞到一个后来才知道到，我们还去找另外那个老师道歉，那个老师我们不认识，飞到老师办公室，然后直接砸进老师办公室的门，砸进去那个超准，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那么准，很莫名其妙的就这么准的飞到那个门里面，飞到那个门里面之后差点打到一个怀孕的老师，我们后来才听我们班
班导讲，因为我们被班导骂惨，然后我们差点打到那个还原老师。一开始不知道，我们就看到球，然后飞到老师办公室，我们赶快跑进教室装傻。然后结果隔几堂课之后，我们老师就把我们抓出去骂，然后呢，他就说那个老师是一个还原的老师，然后我们这样子非常危险，我们球全部被没收，然后我们赶快跑去找那个另外那个老师道歉。对，我们赶快跑去找那个差点被我们球打到的那个女老师道歉。我们从此之后就没有在那个外面这一块玩过桌球了，然后就开始在外面这块打摔跤。对，然后摔跤是国一打到国三啦，那网球的部分是国二国三打，但是国二发生这件事之后，我们就把网球这个部分改成小桌球，小型桌球，我们就把那个桌子改成在教室，然后叠四个，一二三四，四个桌子变成桌球的规则，在打桌球，这样的范围呢比较小哦。虽然好像打桌球之后还是差点把那个窗户给打破，但是至少是在教室范围。我说的好像已经变得很安全一样，结果其实非常不安全。然后再来还有一个额外的故事，但这个不是危险的，这个只是我们在那个扫地，我们在外扫区，然后我们在外扫区是操场嘛，我们扫外扫，然后国二的时候扫外扫是操场，因为吃饱饭就是去扫地时间嘛，我们吃饱饭赶快跑去扫地时间，然后拿着扫把，拿着畚斗，再拿着一颗球，我们在那边打棒球，跑来跑去，然后整个午休都没有回去午休，都跟老师说我们在扫地，就是那个卫生股长陪我们玩，然后他就说我们就是加强那个扫区，因为那个秋天啊，很多落叶啊，要扫很久。其实我们都在打棒球，结果有一次，我们看到我们的小花老师。哦，小花老师，我们班导，我们就有一次在打棒球的时候，我就看到远远的，因为在操场的最后面，我就看到操场最前面靠近司令台的那一边有一个人，他就这样一直看，我们就继续打。我一开始看的时候，他是谁啊？有点像班导，但是应该不是，因为他应该这个时间要在看其他的班上扫区或是做其他事情，然后他就这样子一直站着。站了半小时，打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站半小时好怪，我就问嘉诚、许博还有俊宪说，我就问他们说那个是不是班导，然后他们就不是吧，不太像吧，然后我们就偷偷的靠近看，发现完了是班导，死定了。然后我们这时候用超级烂的演技，赶快开始扫地，然后呢开始扫地之后，把那些树叶啊放到垃圾袋，然后若无其事的开始走，若无其事的呢走。啊，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法宝，就比如说我们在教室玩纸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朋友叫做紫源哦，紫源是那种乖宝宝形象，他只要每次我们要被骂，我们在玩纸球或什么的时候，我们被骂，我们就说老师紫源也有玩哎，他就会从骂我们、没收我们的东西变成，好，那你们下次注意一点，不要再玩了这样子，因为有紫源有玩，他就不敢把所有人都骂惨，对，我们就用这招，然后那三天扫地也有紫源，然后我们就每个人就抢着跟紫源一起拿垃圾袋，然后默默的经过老师。然后我们一经过那个中庭的时候，看到的确是我们班导，然后我们就，老师你怎么在这啊？哦 ，Hello， 老师好，我们刚扫完，啊，他其实就看得很清楚，我们整个超过半小时的时间都在那边打棒球，然后我们就这样默默的把垃圾拿去丢，丢完之后默默的回教室，然后那天就过得心惊胆战，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骂，结果最后没有被骂。所以他在那边站着看我们，是看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向善，什么时候才会开始认真扫地。还好有紫源。好，那就是几个危险的故事跟几个小插曲的故事。如果各位还想要看更多回忆录，好玩好笑或是什么类型的故事的话，可以留言跟我讲。我是远近，喜欢这影片帮我订阅这频道，按赞跟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我在整个补习班的这个形象就是非常爱玩很闹啊，虽然成绩不错，但是就是很爱呛老师。我有一次呛得太过分了，讲得太色情太过分，我忘记是讲什么很色的话，我忘记是讲什么很糟糕的话。然后补习班的主任就说：“你这样你有办法对我老公讲吗？”就是那个补习班英文主任的那个老公是另外一个班的数学老师，然后我跟那个老师也蛮好的，我们都很喜欢看摔跤。然后呢，我就说嘎嘎，然后结果他就打电话，因为他老公是很凶的那种，他抱着一个看戏的心态，然后打电话叫他老公上来，然后我们在上英文课，然后呢，我就对他，我有点怕，然后我就对那个他的老公讲，然后我就被叫出去，那个他老公就很严肃说：“你这样子哦。”然后他开始跟我说教。然后后来一进教室，然后大家就是屏息以待，同学都屏息以待。然后我们那英文老师啊，他也知道我一定会被讲，然后他就憋笑，他就一直憋笑，然后就偷笑，被骂了哦。然后全班就开始笑，反正就是一个很呛的故事。好，我到现在回去还是会找英文补习班老师跟数学补习班老师，他们都对我很好。我也是从他们那边学到很多，不管是英文、数学还是待人处事道理，都很开心啊。那重点是我的数学老师一直不相信这件事情，因为我的数学补习班老师呢，我在数学课都非常乖，也没有到非常乖啊，就是很认真的在写，然后认真在算，然后。他都会每次听到就是我在英文课做的事情，他都不敢相信。他说：“真的是你吗？你真的会做这种事？”他都完全不敢相信，他就觉得我在英文科数学科是两个人。我数学老师完全不相信我英文科会这么呛，然后会这么喜欢呛老师。然后今天要讲那个被告白的故事，我忘记了，讲太嗨。关于补习班的很多小事情、小故事，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底下留言跟我讲，我再去密一下我以前那个数学老师跟英文老师哦，问一下我英文老师以前对他到底讲过什么很呛、很好笑的话，还有我们都会互呛些什么。讲到这个，我还记得我英文科跟另外一个胖胖的朋友，大家都叫小胖。然后呢，我们两个就会集中火力去攻击老师，我都坐在最后一排做远程炮，然后那个小胖都坐在。
在第一排做很近程炮，说胖子，啊，其实你自己也没多瘦，然后他就被我们英语老师打，然后就谁胖他就捏那个脸哈，反正上课我是后面，然后他是前面，我们两个就负责当班上开心果。好，讲完了补习班跟英文老师的故事，先到这边，我们来讲告白的故事。